我给小雪40颗小黑心。谢谢你小贝姐姐，我给小雪姐姐60颗小黑心。谢谢你熊妹，太好了，我终于收集了100个小黑心表情包了，头发可以变回黑色了，我能出去了。我没听错吧，小贝熊妹给小雪小黑心，小雪还说谢谢。你没听错，我也听到了，我也给小雪20颗小黑心。啊，大宝你干什么？为什么给我小黑心？快拿走。小贝他们给你小黑心，你那么高兴还谢谢他们，我给你小黑心你怎么这么生气啊？就是，小雪你这是区别对待，我也要给你30颗小黑心。事情不是你们想的那样。小雪你的衣服怎么变成黑色了？小雪颜色不合格不能离开。我中了表情包魔法，只有表情包让我的颜色变成正确的，我才能离开这里。我的头发被变成了白色，才让小贝他们给我表情包的。原来是这样啊，小雪对不起。我这就发送小红蟹表情包帮你。等等，不能发。这个颜色不对。我给小雪100颗小黑心。啊，只要小雪的颜色不正确，就要一直被困在这里了。我想回家。小雪的裙子是蓝色的，有什么表情包有蓝色呢？我知道了，大哭表情包有蓝色，我发。啊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大宝，大哭表情包里也有黄色。我变不回去了。啊，对不起啊，可是哪有蓝色的表情包呀？我知道，表情包库里 UESE 和 YYDS 是蓝色的，可以发送，我发。小雪颜色正确，可以离开。精灵仙子，谢谢你，我可算出来了。伙伴们，你们的表情包都有什么颜色呢？